锵锵三人行，这个沙特国王萨勒曼是不是已经离走了？已经走了，走了，是吧？哎，我发现这趟这个中国人民对他的热情超过中国政府。我主要是看八卦看热闹，太牛了。就我开始听错了，说他带了两个金的电梯来了，黄金电梯。我还在想，我能不能把楼拆了装一电梯？他是。有，它镀金电梯是用的哪儿啊？是电，就飞机上下的旋梯啊，给我传成电梯了，啊、这土豪。旋梯，然后哎，咱们可以看看它这旋梯啊，滚动的嘛啊，就是脚这脚底下是金是吧？你应该给动图。它是镀金的，它是其实没有，不是用真，我操。是吗？这是那电梯吗？嗯，就升降机，这是跟擦玻璃的。金电梯，你瞧，哎，你再看，好。这是帅的，人家说这个帅炸天的这个沙特王子啊，说一共25个，啊，还有24个呢，哎，还有几千个呢，哎，这个挺有意思，你瞧，多有派，说是把这个北京那个，你说他为什么他就有派？你说那一个跟床单似的弄脑袋上，你说我要弄上去，那不是就一点都不帅了吗？要戴一墨镜也帅，对，戴墨镜的人都帅。还是你认为就那花格的床，这个，哎，对，那是他特征。他那花格的床单弄脑袋上，盖一帽子，戴一墨镜，那在中国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说叫帅，那就是说你演喜剧来了，那肯定是这意思吧？对不对？这很有意思，就是他这个标准马上瞬间就改变了。哎，他不是，他也是颜值高啊，人家不就说了吗，这个沙特的这个王子啊，有一个特别帅的那种，国际上都有名的，那他穿上这个衫儿气度很好，你说谁？就那个国防部长嘛，就现在30多岁那个啊，是那个，他是这样的，他呢就是那个沙特，他一直是从开国那个国王开始呢，他一直是传弟弟，就是兄弟之间传嘛，就一直说到现在都是在第一代嘛。但是呢，从这个国王开始他就变了，他那个王储呢是他的侄子，这个副王储呢是他的这个儿子，就是我刚刚说这个就是30多岁特别强的一个人。那他就是改变了这个传统，就基本上现在要往下一代要去这个过渡了，等于说呢，这个沙特，我就过去咱不太了解，就他这个统治阶层很有意思啊。他有5000多个王子，说全国有一半人是王子，有人开玩笑说没有，就沾亲带故女婿都算。对对对，说1000个人里就有一个王子，因为他这个开国国王，他就生了很多个孩子。说他开国国王当年有个传奇故事，你记得？他能生多少孩子？那个开国国王不是，他就娶很多老婆。他娶多少他能生多少？他能比晋武帝娶的都娶1万个，他生得过来吗？不如成吉思汗多了。不是中国历史啊，有案可查呢。这个传说不说啊，有案可查，生儿子最多康熙35个。嗯，那没多少啊。你这一个人，你知道，你一个人挣出钱，你枪再好没有用，你弹药得好，弹药不成，你根本就不成。关键是这弹药就是好也得量够啊。对，也就说的就这事儿。关键是他变成一个金字塔形，下面那个最底下那一层就多了。他不是现在还是在他弟弟之间传吗？都是那个70、80岁的嘛。他弟弟之间这传了多长时间了？这都已经有，我想那是他是一。这都有几十年了，现在就说还在他，等于说是在辈分上讲，还在他的儿子们之间，还在开国国王的弟弟辈儿啊，弟弟辈儿，这跟他宗教也有直接关系，就是这个伊斯兰教对兄弟之间的情感是非常重的，我们就不那么重。我们这兄弟，我们就学阿拉伯语，第一个词就学的是兄弟。你看见没有？Ikhwan。然后所以为什么？你再教我一下怎么说？Ikhwan。Ikhwan。那为什么一块玩呗？就是一块玩。穆斯林兄弟会嘛？对，就是这个兄弟。他兄弟概念一上来，咱就是兄弟姐妹。所以这个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一点。哦，他强大，他这个兄弟之间呢，就是可以有双层理解。第一个是血缘之间，还有非血缘之间。如果他认你是兄弟，你就很厉害，你知道吗？咱们现在是为兄弟两肋插刀，是吧？过去也说过兄弟两刀，对，就现在这个，我们现在这兄弟之间的关系都变得非常的就不亲，他们其实也不亲，那兄弟之间为了争王位，这打得跟什么似的？只要争王位这事儿，天下从自古到今都没法亲，这怎么亲？王位就一个，对不对？而且呢，我看他们讲，就说这个沙特国王这个全球旅行团呢，就是哎。
人家度个假，嗯，就说这个沙特国王多有钱，就说到马尔代夫啊，他去巴厘岛家里去度个假，对，就花了1000多万英镑吧，还是1000多万，反正是上亿的人民币，就是包下马尔代夫的3个岛上的3个度假村，在那儿玩一个月。说是有的那个王子，哎，那这有照片为证啊，这王子出行给他那个80只那个猛禽呢，就跟那个玩鹰的似的，就他就是鹰，买机票啊，买满一个普通舱啊，我看都以为是鹰。他们这个是他们的一种就是游牧民族精神象征，就觉得说我们现在还能玩鹰呢，就是说我还有这个游牧民族的血性，咱们叫狼性，他们就是这种玩鹰的这种性格。咱要保持农耕民族的血性，就一人扛一把锄头，拔剑嘛，你这不是这不成这个啊？哎，你说他都传沙特王子、沙特国王。这富的流油啊，那真是流石油，他就是油啊。哎，你不是到那儿去过吗？我没去过沙特，是我就是学这个就是中东写论文，好多次写沙特，但我没去过。其实一个是那边就说没有这个机缘去，另外一个就是我始终对于对女的，你出行必须得有男的陪着，女的还不能开车，就这种东西我觉得不太受得了。据说沙特呀，这个女的，陪着也得能陪的。你要我陪着你，这咱俩这也不行，得证明咱们俩是有，要你要么是家人，你要么是我哥哥弟弟，你要么是老公。哦，就是说每个女的必得有一个监护人，你哪怕去上班，你去上街，你必须有个监护人啊。到现在连电影院都没有呢，那地儿不让看电影。但是呢，家里头其实卫星电视全都有，那好多那个 DVD 在家里。但这就这么说，他那儿关起门来什么都有，你就是那什么酒啊，穿得很时尚，那什么都有。开个门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你光看见这个，你刚看见这个王子了，嗯，啊，你没看见公主给管的吧？就剩下购物了，这因为他也不能随便出去。然后他们讲就在巴黎，他们也住那个 Ritz Carlton 嘛，就丽思那个酒店呢。就是你一进那个公主的房间呢，哎，中国这帮土豪算什么？对对，哈家伙，全就说这个沙特这公主啊，跑到巴黎的那个店里，就是啊，就这个，买单都不是他买，身边的人哗哗哗哗就。你知道那个黑的袍子，他们穿着那袍子，嗯，那有那个 Chanel 的什么的那种，就专门店那个卖 Chanel 的黑袍子，嗯，就是他这能高。但是哎 ，Chanel 会做生意啊，Chanel，其他牌子怎么全都有？全都有，全都有。不过他们国家其实你看他富啊，沙特其实不是最富有，在中东啊，就算他周围的国家，那个卡塔尔的那个人均收入都比他高。他其实不是算最富的。哎，我就问你的是什么呢？都说这个国家，这个咱知道国王很富，王子很富，他的国民的生活水平是什么水平？哎，国民人均收入呢，在全世界大概排到十几位吧。但是有贫困人口其实有的。他说有啊，20%差不多是这个贫困人口，他不是没有乞丐的，有的。他有这样的，所以他们这个人均就是说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其实是蛮严重的，还有这个有那个外籍劳工的问题。你像他这一次这个团去是印尼吧，就很多人出来抗议嘛，就说你得保护在沙特的那个印尼劳工。他不是当时有一个沙特王子在一个酒店里打死他那个印尼的那个女佣嘛，嗯，对他们就是确实这种等级的观念高高在上，这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呢，你看他这个当这个老的国王啊，就曾经跟美国那边人讲，就是说这地方沙特不可能是搞民主。我就发现呢，他就是讲，他说这个，嗯，他是这个国王啊，真的是国王啊，嗯，最高立法权、司法权全是基于一身呐。然后呢，他就是跟美国人说，你说我怎么搞这个地方怎么搞民主？他是那种为什么这么多王子啊？他是很多部族。他很多部族，他假如说一个部族是一个政党的话，嗯，我们这儿就天下大乱了。也可是美国人对他也没这个要求吧？当年就是美国和沙特第一次发生关系的时候，就是那个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四五年吧，应该是，
那个罗斯福总统坐的一辆昆西号，就那个军舰嘛，在整个在这个地方去游业。沙特国王呢，他上船的时候啊，他就说我要带着活羊上船，就一群羊上了那个军舰，而且呢不能睡房间，得搭帐篷，他在外头搭一帐篷睡。就他为什么要赶活羊呢？他就说因为他们认为最好吃的肉是最新鲜的。所以我不能带着冻肉上来，或者，对，那么他们当时就谈什么呢？没有跟你谈民主了，谈石油啊。就当时就是这次见面保证了美国在中东的这个能源供应。嗯。那反过来美国给他提供了这个保护伞。到后来的几十年，你像后来美国打伊拉克，沙特乐死了，就整个就是把美国人当枪使，把他在中东最大的一个敌人、一个世俗政权的一个头儿给干掉了嘛？那不太高兴了。美国也因为那次战争，他植入了这个圣地嘛，就是他那因为那个沙特给他去让路了，整个这个穆斯林的圣地里面住了这个美军。美国那次等于是宣示他对全球事务的这个管理，但是也引起了这个穆斯林很大的。就是这个反感，那个本拉登那时候他就是最反感，说怎么美军住到大到我们的就是圣地上来了，嗯，所以他就去反对，对。但是当时这个911说，也曾经一阵儿沙特也很尴尬啊，十几个人里大多数都是沙特籍的，那个瓦哈比教嘛，就是沙特他刚就他就你刚刚说他不是很多个那个部落嘛，他当时有很多的小的国家。那个瓦哈比教就现在这种极端思想的这个祖宗吧，就算之一啊，他当年是怎么样的？其实我看他那故事特别像中国，就是孔子啊，就是周游列国，他有一套这个理论，他在各部落当中去贩卖，就说你们谁愿意采取我这个办法来治国，很多人都不要他啊，最后呢是沙特国王那个收容他，他们俩是怎么你知道吗？相互娶对方的女儿。来表达我们俩这个，你说这兄弟就是相互做岳父啊，这个表达我们这种这个就是这种这个结盟，它等于是一个世俗的一个政权找到了一套这个理论的这个基础，帮他来去背书。它主要就讲什么呢？就是原教旨主义，就是我们阿拉伯人为什么当年被蒙古人给打败了，就是我们没有遵守最纯洁的这个伊斯兰教，必须回到最纯洁的，当年规定什么。这个不行的我们都得去遵守，那对妇女就是这种啊，当年规定女的要戴头巾，但其实这个也都是有误解的，当年是古兰经是说这个先知的他的老婆他们那些人要戴头巾不能让人看见，最后是很多别人就是跟这个风，就是宫廷里的风传出来，大家就跟随就都开始盖上等等吧，他就是要恢复最早的最纯洁的这个主义。他现在极端主义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现代的社会赋予一个就是现代社会所不容的现象的一个标签，其实所有的思想在那个时代，在它产生那个时代都是极端主义，你从都是有极端思想嘛，你比如我们的早期的孔子老子什么，你在当年就是极端，你不极端你没法去扩展这种思想嘛，你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极端主义嘛，只不过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这个极端主义，我们现在极端主义这个词汇我们知道英文里啊，中文里它是一个直接的，是一个负面的词，哎，对不对？极端很多事情事情把它想的极端或者做的极端就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很多的事情看不清楚是因为它不极端化，你走向极端就看见了，你比如共产主义，我们如果设计一个共产主义的这么一个社区，大家一下就看清楚了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就是我们的共享单车，对不对？这是共产主义。那当然了，谁都可以，这你好歹还给点钱的。共产主义现在在北京街头搞成了什么样子？就是要钱的，这个单车不是不要钱。但是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这个啊，它已经是按需按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叫各取所需，按需分配是初级目标。嗯，初级目标现在呢，基本上是介于按需分配和。各取所需之间，就基本上你那是给五毛钱还是一块钱我也不知道，反正你就按着你需就走了吧。问题是你下面这不给钱的这一块大家继续延续共产主义，就说我把这个搬我们家楼道里，要不然我给上一锁，就改变了这个性质，所以共产主义就变小农经济了。对对，所以极端呢，你因为我不是研究这个伊斯兰教的，因为这个事儿也轮不上我们去研究，我们只是有些了解全社会的这个，就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事情，比如我们老百姓这次对沙特这个国王来津津乐道的主要乐道是什么？是人家忒有钱了，人怎么有钱？那个飞机
他那个专机，我看到人给我拍那小片啊，那小片你看过没有？我没看。哎呦，我给你发过去。我看完人家那专机，咱们这些土豪的专机就是个夏利，你知道吗？真的，那专机震惊。七四七啊，它里头就是完全不是我们对专机的那个认知，就我们认为专机就是空旷一点不就得？它完全那个装修一。单间的卧室，每一个卧室里带有卫生间，那个大电视都巨大个，什么都有，就完全就不像在空中。嗯，啊、我到时候发给你看看。他那个给别人看的吧，我有一次坐过那个迪拜酋长的车，他多有钱呢，也是你像迪拜也是极尽奢华之能是吧？哎，他其实用的他生活非常简朴，就穿一个凉拖啊，到处穿一凉拖。嗯，他那个里面有一只破手机，就是那个诺基亚最老的那种款。嗯，一个塑料托跟温州产的那种感觉，他其实觉得他自己不需要那些，那牌上是给别人看的，那是权势吓唬人的。哎，那为什么这回真的把我们吓唬了？对，那为什么沙特王族他们这么重视这些东西呢？哎，他不是他有钱，他们这种就是说风尚来说，他们主这个 style 吧，他的这种风尚确实是很奢华的，他就是有了，因为他一夜暴富啊。你想他以前穷得跟什么似的，忽然发现了地底下有油以后，他过上了什么样的日子？就一夜暴富，这钱怎么花？然后这次他不去那个日本嘛？很多人就说他跟那日本那种极简风好像有特别明显的这个对比。对，你看你比如说像这个日本天皇，嗯，我觉得你看。他就完全生活作风上就不是这个范儿的，哎，所以这真是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看，中国就马上炒作起来了，就是关于土豪国沙特，你不知道的冷知识，你就因为有一个人肯定不知道，打车不能笑，到沙特啊，别笑。就是说在沙特的部分阿拉伯地区，笑被看作是不友好的象征。嗯，有吗？不至于吧，这都是假的吧，这骗流量的吧，这是。所以一旦到了沙特，在出租车上你从头到尾都要板着面孔，你越生气司机才会越高兴。这肯定是骗流量的。那没有电影院 KTV 和酒吧，然后全国没有女司机，而且有一个敏感场所禁止拍照。他这个到哪都是吧，好多地儿都我是觉得他其实这就说这些吧，模糊了他今天来的真正的这个焦点，人家来干嘛了，就是跟你来炫这些嘛。他其实啊，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哎，沙特跟中国建交其实特别晚，90年才建交，之前跟台湾建交几十年呢，后来断的嘛。他呢以前一直靠着美国人，就把美国人就当枪使嘛。后来就这几年，特别是那个奥巴马的时候，跟美国的关系就是比较差了，因为美国现在国力在，他军力至少吧，在就是在收缩嘛。他以前那个国防部长那个盖茨就说，以将来任何一个美国总统或者是这个部长想同时要发动这个两场战争，他脑子一定是进水了。就他已经给沙特不能够提供这种这个保护了，他所以来这一大圈是向东方来寻找他的这个就是这个伙伴。嗯，美国人是靠不住了。哎，据说呢，就说这个沙特对中国一个态度挺欣赏，就说中国在这个中东问题上说采取的态度是不选边站。对，他刚走那个内塔尼亚胡来了嘛，哎，那个以色列总理来了嘛。但是中国人这也挺好，是吧？不是拉一个打一个啊。然后呢，好像还有一个就是看到跟中国合作，他说，哎，也是说了，说你别老觉得人在这儿给你土豪带着个金电梯来，这都是中国小市民的想象。实际上人家来都干什么来了？当然也见了个首富王健林，是吧？哦，是吗？我也不知道。对，然后呢，到北大，嗯，北大的领了一个类似于名誉教授之类的一个荣衔，哦，他有一个图书馆，对他捐的钱，对，捐了一个图书馆在那个北大，嗯，所以说这些，咱们哎，你说中国的这个吃瓜群众吧，叫做，嗯，对于这个沙特这一行啊，咱们引起来的这种艳羡。这种聊天我觉得有没有一些能看出中国人现在的一些价值标准？就是我刚才说嘛，就是他把这个世俗的东西做到头，因为我们大家想象中世俗的就是这个样子，再就不能怎么样了。有人问我，说那飞机上有没有游泳池？我说有是可以做，这问题是可以淋浴现在啊，万一这飞机有点俯冲之类的，那游泳池就全倒出来了。改造水了，对，所有他这个百姓其实就是对这个奢华的到头的一种，
就你说艳羡，真的就是没有一个词儿超过这个词儿有力度。我真的我也艳羡，我不会像他那么花钱，但我真想像他那么有钱。就是我甚至又觉得，我说，哎，照咱们过去国际，这是个有国际名声的土豪啊，就是全世界一说起沙特王子，哎，这土豪是贬义词吗？还是褒义词？现在这个就中比较中性。我现在已经不当成贬义词了，我就是说，你比如说全世界，我到很多地方玩儿。那一说那是沙特王子的船，他这个萨勒曼自己的这个游艇啊，你都不能叫游艇了，叫巨轮，说有一足球场那么大，常年一直停在西班牙的一个什么港。嗯，哎，他们这一家里这一出去就一带着100个厨师出去的，我的天！对，说这次来那么多人啊，其中当时就当中很多是伺候他们的人啊，核心团体其实不大。说一王子出去玩一趟，行李500吨。你说这家伙，我怎么感觉他们也像一个话题营销的王室呢？哎，你看这个英国王室也是这个话题营销，动不动结个婚啦，什么庆个寿啦，一下子就这个就是举国上下大家一关注，然后这个人气就上来。这沙特就是我到哪都给你看，其实他就您说的，刚才说把这个俗做到头，我怎么样才能表现我最有钱？什么都给我来精的。你没有精的也是镀金的，什么都是精的啊，这就是做到头了。哎，你比如说他们有没有中国人的某些意识，比如说忧国忧民呢、啊、好像、哦、你看中国过去有的皇帝，我不知道中国过去有的皇帝到一定程度还是会罪己啊、嗯、就说哎闹旱灾了，咱们这皇宫是不是花钱太多了，咱们不能这么奢靡啊，要节俭呢、啊、你看你觉得他们觉得这钱他倒不觉得自己一定要少花，但是呢他们就是这个伊斯兰教的传统啊，他比如说到一定的节日什么那个宰牲节了之类，一定要放羊，就是他要那个宰羊嘛，然后把肉给这个穷人吃嘛，什么还要他这个平等的这种心态呢，他是从传统上是有的。而且你说这个就是这个忧国忧民，他现在忧国的心其实特别的强，石油能开采多久呀？而且石油价格在下降，对对，他最近这个事儿是对他伤害是很大的。而且他现在是怎么着呢，他据说啊他买了很多新能源公司让他们死掉，这样我可以继续卖油啊，就让它的新能源成本变得非常的高。新能源肯定要顶替石油，因为石油可能我们现在的应用啊，就是把它转化成能量，可能是对石油最大的伤害。就石油，你看现在石油可以织布啊，你原来哪能想象啊？有人说那个就是材料是石油里出来的啊，是啊是啊，很多像那未来这个石油能干嘛不知道。就是我们这讲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最初砍木头就是为了烧。没别的，砍树就是烧了它。后来发现这木头能干好多事儿，可能后面的事儿的价值远远比你烧值嘛。现在石油被烧掉，可能是在石油的这个使用当中，可能是最不值的一项。而且现在什么页岩气出来啊，太阳能啊，咱们中国那么多太阳能、风能啊，都会减少使用石油。就我老是有种这个封建迷信、因果报应的那种想法。我有时候觉得，就说你像这个沙特这国家，原本也穷得叮当响啊，嗯，就是。一下子坐拥，一发现这个石油储量全球最大，而且那不是最大，那个委内瑞拉是最大，哪？是委内瑞拉全世界储量最大，好像是。但是呢，就是说它这个石油开采难度也非常小，对，就是它油太纯，油也油质也好，大庆油田那个纯多了啊，开采的就是开采成本也低，就等于你觉得哎。怎么就他们家坐在这块地方了呢？这真是，我告诉你，就是我是发现这样的国家一夜暴富就跟人一夜暴富一样，我觉得上辈子积累什么阴德了，他就过这种生活，焦虑特别焦虑。他为什么到处就是地区上去买这个就是各种事？你看他这个就是沙特国王，他这次去马来西亚不是有个报道说有人要去刺杀他嘛，给那个挫败了，就是他在那个也门打击那个胡塞武装，是那个伊朗去支持的嘛。好，你这都他都到这地步了，他特别焦虑，就是我怎么能保，就是能保全我自己。那个他的最大的一个对手是伊朗嘛，伊朗人家也有，伊朗是中东最早开发油田的，伊朗现在是有这个制裁了，一取消制裁，那油又是可以滚滚出来的话，那跟他一样那个。现在那个经济学人出一个新的词儿叫做亲伊朗，就是中国和伊朗把它绑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像伊朗这样的国家，包括那个沙特，他们都在向中国学习什么呢？我慢慢开放这个市场经济的话，你像这个沙特，他也要开放他这个、就是他的国营企业的这个私有化嘛，也要去卖股权。我在这个国家向私营经济去变的时候，我怎么样保证我这个政权的稳定性？好多时候他们都是在研究这个啊，对，然后跟中国怎么去学习啊等等，啊。他也在
听说的，他近些年也在削减，他一削减我才知道过去他们过的日子有多好。就是几千个王子啊，你比如说王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啊，一个月就20万美元就给你花，而且呢免费打电话，免费坐飞机，免费住酒店。对对对，我的天，我说这国家他们算是一个什么阶层，打几千人，打几千人之众啊。我觉得特别奇怪，就是他也，你也不是说民主，但他也不是英国的那种君主立宪，他是一种王族，要照我的感觉。那他除了也这个依赖于石油这种突然的这种暴富呢，他们现在实际上都是在想未来怎么把这个赚到的这个钱再生钱。对对，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全球的这个进入纸币时代，纸币时代是一个让我说是一个最不公平的时代。不公平的时代就是纸币是由中央政府，各国中央政府去控制的，纸币本身是没有钱的，他说值多少钱就值多少钱，跟古代不一样。古代是你政府发银子，我也有银子，你政府发铜，我也有铜。所以中国在古代，你资铸货币只要成色、重量什么都一样，你不犯法，一样的。但就古代人是公平的，就是我的钱跟政府一边大。为什么政府曾经跟个人去借钱呢？中国现在不是中国，现在全世界政府都不会跟私人借钱，我就印就完了呗。你印是犯法，我印是合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沙特他必然考虑他那个纸币，对，就他赚来的这个钱怎么办？对，还有一般像这种能源大国，基本上都是集权统治，因为能源就是一种你要用这个位，就是集中权力，你一个人说了算来去分配的，他这个财富本身的形式决定他就这样。哎，你这个观察挺有意思，嗯，就是靠能源起来的，基本上都是得集权。